宋家豪。资料照：区自乐天官方网站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效力日职乐天金鹰的台湾右投宋家豪，前天九局上让对手三上三下，休息一天，今天七上再度登板后援，面对次人次被敲一安，靠队友解围无失分，乐天最终6-5险胜软银。宋家豪也收下本季第5的中继点，软银在前三局打完就靠住四支安打和对手守备失误与保送，以3-0领先。不过乐天在5上吹起反攻号角，打了整整一轮，包括洋炮佩格罗 Carlos Angel Pagaro 的三垒安打，单局就敲出5安，吃下5分大局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宋家豪在7局下登板，面对软银的中心棒次，一出局后接住却四坏保送松田宣浩，被中村晃击出安打。虽然用152公里火球三振吊西田哲朗，但也被盗垒成功形成二三垒，之后也被换下场休息，而接替的高梨雄平则三振吊甲匪拓野，化解失分危机。而宋家豪此役共用了18球，投 0.2 局被敲立安，送出一三振一保送，连4场后援未失分，防御率也下降到 2.87。